就别想再轻易涅槃。 天寒遇故友，夫复何求？<笑>来来来，一起赏雪吟诗。 莫急，猴兄弟，来，先坐下。那怪，黑毛赤尻，面相尖顽，可不好捉。你虽有些粗浅修为，但这极北之地，天寒地冻，胡乱清造，性命难保。今日既有缘再见。 我便教给你一招防身御寒的小神通。我非一般人，死非一般火。以后无论伤了、累了、冷了，就用棒子在地上画个圈儿，凭他什么虎豹狼虫、妖魔鬼怪，哼，锯末赶尽。 妹妹，里面凉快得很呐，就等你进来与我一起双修了。
袁山说笑，你若放下执念，我自然会劝师父放了，到时便可同修大道。哎，我可照着不行，看来那老贼得了师兄的玩意儿，果然功力大涨，连你这冬天小官都被训得服服帖帖。不过听这动静，天命人已赢了打下的兄弟。好妹妹，估着这金疙瘩要等不到你师父来开喽。这金挠是祖师爷的法宝，小小天命人如何破得了？下面是他。什么舍不得归不归的，刚刚闻到一股骚味，这味道好生亲切，忍不住敲锣迎接。师父惜你父亲，饶你，让你在浮屠塔底清修，既不识相，小西天的极乐之境怕是与你无缘了。Come on.
棉花使人呐，拖拖拉拉的，老朱我在里面都快咽硬了。让开，让开！ 我呸！人不人，鬼不鬼的婆娘，不想想当年在天上，我几十拿正眼看的。哼，又是这个模样，毛脸毛眼，尖嘴缩腮，全长着命大。又是个哑巴，算了算了，正事要紧。这只老龟，我倒有几分交情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
妖就是妖，无可救药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哪怕遁入空门，也无法解脱。很久以前，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。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霭，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。他说，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？我说，因为他们不如你。后来他犯了大错，重入轮回，又收了几个徒弟，可结果如何？徒弟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。要我说，这些去取经的都是废物，信什么狗屁如来，不如我自己来。既然未来，为何不败？Yes!
你这笨货也被那老贼抓到了。这大包比以前邪门多了，竟养出了此等厉害妖物。估摸老贼借了大师兄的道行，把这破袋子。Yes.
枪皆是虚妄。欲速见佛，今生求，好等了。受伤，吾皇眉只为自己。要再用一次的猴子的宝贝。